把它推开。对对对对，你说在亲的过程中我就把我推开嘛。先是，不是你要不然你先说。是老弟，但是二八八。是那种拒绝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我问了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，然后再亲再推开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喜欢。对，上来就亲啊，亲完。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说要。哦，不情愿他。要，突然感觉我像一个坏人一样。我可能不是你之前认识的。我知道啊，但要论起来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现在的你。自信点呐！哎呀，学学江咪咪，学学江咪咪。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他不说，不说话，我在上桌的，上桌，哎，好，推开，你是先推开再上桌的，推开，好，这个要不要？对，南方拿方阵，然后你通过到了，亲完之后，反正衣服都脱了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关门。是的，早上起来一起刷牙，是的，真实的我觉得，哇，这个好酷，这个，哇，是你们自己带来的，好，冲，呸，还有对，我上一下是不是要呸一下？放进去。放进去之后，我还要一脸期待的看着，还要捧住他的脸，轻嘬一口。好，那就在这里坐一下啊！刚刚他过来放的时候，先来一下。你那之后呢？去报他。那就这样聊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重点是这个吗？最后从我们俩变就要咔变得。重点是你俩放，那不小心看到两个。那不小心的话，就从我们俩中间缝里。哎，我俩放不着。好，给他留，给他留一条缝，把手臂，把手臂往上一点。手能摁吗？摁不了是吧？你应该摁不了，你肯定摁得了。膝盖摔一下，其实膝盖是摔。谁摁了？膝盖可以啊，导演。可以。可以吗，导演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刚才说不要的。怕别人再拍起来，另外你再推是吧？好的。芭蕾吗？不是，那他还你还不如直接把那一抱，把我往这上面一放呢，是不是就一起？你可以，对对是，对，哎你敢，导演骂你，不是在骂你，不对，对不起，啪一抱，没事。
来右脚好吗？倩倩。啊。对。哇，等一下，找不到那个节奏了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有点乱。这里锁一下，那里锁一下。哦，对，我在找那个节奏，找不到。怪吗，导演？我的天哪！你笑他那么嚣张！不要酒精，就那一只，那一只。你手这么凉了？完了，没了！你看他一看我，后面的话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昨天就要就是讲的这么像是告白，告白这么喜欢，其实还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，其实是意思对。那句话已经都要讲出来了，没有再说。我理解的是，他就是。真的没见过月亮，没说过，故意搞的这个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他是带点心机的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……他不是要跟我表白吗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太阳，太阳这么大的太阳，月亮。月亮，大白，看一下班了，好，来准备。